第一式，两手托天理三焦。首先，两臂外旋微下落，两掌五指分开在腹前交叉，掌心向上，目视前方。然后两腿挺膝伸直，同时两掌上托于胸前，随后两臂内旋向上托起，掌心向上，抬头目视两掌，两掌继续上托，肘关节伸直，同时下颌内收，动作稍停，目视前方。然后两腿膝关节微屈，同时两臂分别向身体两侧下落，两掌捧于腹前，掌心向上，目视前方。全部动作一上一下为一次，共做六次。两手托天理三焦的动作要点是，两掌上托要舒胸展体，略有停顿，保持伸拉，两掌下落，松腰沉宽，沉肩坠肘，松腕舒指，上体中正。做两手托天理三焦容易犯的错误是，两掌上托时抬头不够，上举时松懈断劲。正确做法是，两掌上托，舒胸展体，缓慢用力，下颌先向上助力，再内收，配合两掌上撑，立在掌根。两手托天理三焦中的三焦，根据中医的说法，脐以下为下焦，胸膈至脐为中焦，胸膈以上为上焦。两手托天理三焦这一式动作，通过两手交叉上举，缓慢用力，保持伸拉，可使三焦通畅，气血调和。通过拉长躯干与上肢各关节周围的肌肉、韧带及关节软组织，对提高关节的灵活性，防治肩部疾患、颈椎病具有良好的作用。